我自己是蛮多感触的啦，对，我自己是蛮多感触的。你打那一下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很滚了，很醉了，是恨。为什么会丢下？因为我真的很生气。其实高士德他不是一个没有情绪的人，他只是都吞着自己去消化。其实你知道吗？那种你亲手粉碎了自己最珍贵的宝藏。你亲手把它砸碎，你会，你不止难过吧？你同样的也很生气，你恨自己，你也恨你爱这个人。那个刹那就发现说。原来我已经不是要去想高士德会怎么做，而是说我就会怎么做。对我来说，做出一个就是在上面的感觉。如果高士德没有遇到天书，他就不是现在大家看到的高士德。我觉得我在拍的时候，其实我的人，我自己的情绪也随着角色带到。私生活，我这边好安静，想听你说话。我觉得拍这部戏就是我们私底下的两个人的关系，也因为这部戏而有不一样的东西。那这个东西，因为我们把我们私底下这个真实情感带到戏里面，这个东西才是真实。Beautiful, it truly is.